芒果 TV 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申一伦。芒果 TV 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申一伦。全方位展示一下黄桑你的小脸蛋。三圈腰，三圈脖子，扭扭屁股，扭扭。早睡早起，咱们来做运动。拍床戏之前有做什么准备吗？没有准备，就一上来就拍了。拍床戏之前有没有告诉爸比妈咪？啊，没有啊。乌和穷哪一个字更贴切剧组状况？贴切，我觉得应该叫奇，我觉得应该是，就是奇特的奇。怎么和张天爱熟悉起来的？慢慢就熟悉了。因为我是一个比较慢热的人，就是跟别人多相处一段时间就会比较熟悉。除了齐晟，最想饰演的角色是？必须选一个的话，九王。导演说有第三种结局，你造吗？我不知道，还有第三个吗？我真不知道啊。乃伦最近红到爆棚，感觉怎么样？心情很激动。乃伦的撩妹必杀技是？就是不是靠语言撩妹，我觉得这就是技能。乃伦说一句“我心悦你”，撩一下我也宝宝吧。乃伦撩妹不是靠说话撩的呀。乃伦喜欢什么样的妹子？我喜欢就是活泼开朗的那种。演艺圈最喜欢的女神是？理想型。和太子妃微博秀恩爱的时候，考虑过单身汪的感受吗？这也不算秀恩爱啊。网友宝宝说，睡不到盛一伦，人生还有什么意义？你想对他说什么？人生的意义还有很多，还有别的意义。